说的吗？夏天洗脸的时候围巾还不冷啊？没办法啊，虽然被允许穿三五，但是为了防止着凉，还是得戴上才行。但是有点热，骗人，左明明还是冷，还是很冷，谁去你随便牵的？哎，看来人一个人走了，那我放手，我等等，放心。